近日，范冰冰在网上晒出一组九宫格自拍，并配文写道：越长越长的头发又快到我腰了。照片中，范冰冰坐在窗帘前开启自拍模式，一头及腰黑长直发，这才是真正的发量王者，颜值状态完全就是个青春美少女，能感觉到范冰冰心情不错，气质也越来越好。照片一发出就被网友大赞是迪士尼在逃长发公主，还有网友说这发量太令人羡慕了。范冰冰身穿宽松牛仔连衣裙，长发散在肩上，遮住了部分脸颊，脸显得更小了。不得不说，成功瘦身后的范冰冰五官越发精致，这个年纪的颜值和气质都很绝。据悉，范冰冰自从3年前逐渐淡出娱乐圈后，生活过得很滋润，虽然不能再当演员继续拍戏了，但她的商业价值影响不大，还是有很多品牌找她代言，线下活动也很频繁，挣钱不比当演员的时候少，状态也越来越好，颜值和气质双双在线，几十年如一的长发造型又鲜又美。尽管暂时没有新的影视作品，但希望范冰冰以其他形式与观众多见面。